睇埋威震天入闸，亦都冇问题，我哋都交啦。好啦，环保时代，举世无双，一队亦都顺利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。四场赛事，四班1650米嘅泥地赛，十一大热男装瑞宝啊。好啦，一开闸嘅时候，喂食格格咧就唔系好够快啊，咁啊跟咗喺后边先。前面快嘅马都好多隻抢㗎啦，最出有威风骏马啦，中间加州名骏啦，威震天都抢啦，入面呢咁蓝白环间三八太子，再入面金刚之星、内兰紫色衫，仲有举世无双啊，粉红眼罩内兰呢就蓝装瑞宝啦，马林中间黄衫黄帽大约八九位，仲有黄龙司令内兰绿色衫呢大约尾六到啦，仲有好脚头啊，出面怪兽都市抢唔起啦，响尾五啊，后面嘅马啦，红粉菜已经贴到栏啦，内兰尾四、尾三环保时代，咁后面两只喂食格格贴栏嘅，拍住佢出边咧，月木星光咧就响后边。好啦，跑到对面直路中尾段啦，前面就加州名骏咧就放到出嚟跑嘅，中间咧有呢只咧就威风骏马啦，出边就系呢只威震天啦，咁啊内栏第四位举世无双啦，咁啊再喺外边就八太子啊，马林中间大家跟住个第六位咧就金刚之星啦，再后边嘅马蓝装碎波、粉红眼罩、内栏绿色衫、好脚头啊，出边冚上去嘅马有黄龙司令啦，咁啊最出仲有怪兽都市啦，尾四移咗出去咯，即系红粉彩影啊，咁后面三匹马月木星光环保时代啊，咁包咗落尾系嗰只喂食格格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转弯入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马咧仲系加州名骏噶，咁啊见到咧攞出去中档嘅八太子啊，再后边嘅马仲有蓝装瑞宝啦，出边黄龙司令啦，咁啊红粉彩影少少塞咗，依家再叫出去追啦。后啲嘅马仲系月木星光啊。好啦，最后百零米，八太子走甩咗个零身米，蓝装瑞宝第二位，外边红粉彩影望空咗啊，飙紧上嚟噶啦。最后五十米到，八太子脚仔软啦，咁啊上紧嚟嘅马咧。越冲越劲就系红粉彩影，过唔过到佢？咁啊，埋边八太子，出边红粉彩影，咁啊第三名，外边冚上去嗰只咧就喂食格格，咁啊埋边咧就蓝装瑞宝啊，咁啊结果八太子直路上面佢走甩咗先噶啦，咁啊红粉彩影咧可能就系入直路头嗰度咧少少论尽咗，就系争呢啲啲啦，咁啊追上嚟嘅势咧，咁啊都几劲嘅，咁啊至于后边嘅马啦，咁啊喂食格格。包尾冲上嚟咧，睇有冇机会赶过嗰只蓝装瑞宝，抢到个第三马。啊，终点前一号咧，似乎到先啊，八太子啊，咁啊，跑第二名咧就系三号红粉彩影啦，都好多意外嘅，沿途都话。第三名系十三号呢只啦，咁啊，喂食格格攞翻第三，第四名咧就系十一号嘅蓝装瑞宝啊。哇，咁前面啊，前面斗，后面啊，后面追、啊。嗰只三号嘅起步冇啦，俾人夹啦，入就攞位嗰度有少少闪咗埋去啦。结果系而家系输啲啲，唉。红粉彩影转弯嘅巴度咧，少少啊谂住攞里边啊，如果一出边咧攞出段就赢啦，但系佢势好强啊，系啦。
第四场预计派彩跑第一名一号八太子独赢派69蚊，位置派20.5，跑第二名三号红粉彩影啦，位置派21蚊，跑第三名13号伟食格格，位置派49.5，跑第四名11号嘅男装水宝啊莫雷拉嘅原本连赢一搭三派166蚊，三重彩一号、三号、13号啊顺序派4776蚊，单 T 派909蚊，位置 Q 一搭三派70.5，一搭13。派198蚊，三搭13系150蚊。赛事完成时间1分39秒45。睇翻张相啦，八太子咁啊，好彩啊，啱啱顶到啊！三拣一预计派彩胜出组合 A 二隔夜半热门派30蚊。头两段都几快啊，多快马呢一场。我都等你肉緊啊，佳！哎呀，啱啱追唔到啊！但系嗰度電光火石，哎呀，抽出嚟就同裏邊就係嗰個分別啦。係啦，潘頓啊醒啊，晨早啊走甩咗。係咯，潘頓頭段咧都想攝噶，不過攝唔到啊，全程走三碟，啱啱頂到。嗯，鬥得非常精彩啊！後面餵食格格都追好多，好勁啊都，砰砰聲咁啊又係。我林中瑞寶爭莫即係爭咁遠，連個第三都冇。唔係呢條馬可能個能力唔係好高啊，即係之前阿呂建威都講過啦，質素都唔係好好啊，啲腳法唔靚，但係泥地就即係擅長啦叫做。咁啊，啱啱我哋都講過啦，因為配備又有變動啦，究竟呢個變動係正面定係負面咧？唔知啦，呢個頭罩除咗佢。啊，有啲馬唔防添啊嘛，嗰啲咩雨木星光啊，起步掹咗落去。四连环预计派彩一号、三号、十一号、十三号派459蚊，四重彩预计派彩一号、三号、十三号、十一号，顺序派14,295蚊。潘顿真系追系咁追啊，追两场咯，今日已经啊，莫雷拉又唔舒服，咁啊佢又赢两边啦，趁你饼啊！不過又差多隻喎，莫雷拉。嗯，跑第四啫。好，即刻睇翻第四場嘅巡邏影片啊！起步哇，中間原來有啲擠碰嘅喎，紅粉彩已經咧就夾咗嘅俾馬，所以都較為後多少嘅。咁啊，偉食格格就放棄頭段噶啦，都係想追嘅。咁啊，前邊就真係好多馬走嘅，結果加州明進最快咧，因為最落力就係佢啊嘛。入邊隻隻都鬥住嘅，譬如金剛之星啦、鐵蘭就係嗰只舉世無雙啦。中檔位置見到威震天依家先走上嚟啊。咁啊，紅白橫間三就威風進馬嘅。第六位中檔白衫咧，紅眼罩就威八太子就頭馬嚟嘅。咁啊，內側嘅灰馬男裝瑞寶，跟住就黃龍司令啦。沿路走歐塞就怪獸都市嚟嘅，咁另一隻鐵蘭綠色衫紅帽就好腳頭，咁包咗尾嗰兩隻衛食格格就鐵蘭啦，中檔紅衫咧就如木星光。咁啊頭兩段就多馬搶啦，咁啊啲時間都偏快嘅，兩段夾埋快咗半秒，咁啊直接第三段大家拍奧車咧先慢翻啲。咁啊威震天咁啊沿途都頂緊三碟噶啦，咁啊另一隻俾人頂咧就怪獸都市啦，呢啲馬一外接咧就難跑噶。前面加州明進都算放得順嘅，起碼叫做車一條欄，不過就偏快啦步速。咁後面嗰只舉世無雙就跟得急喎。咁啊，威龍信馬始終都係初次跑呢個路程啊，咁啊去到未入著路咧，其實都開始有啲腳仔軟嘅。咁啊，依度啊潘頓就出咗嚟先。咁啊，男裝瑞寶攞個位都靚嘅，不過衝落去咧就唔係冇，不過就可能真係質素不如人啊。咁啊，其他馬匹咁啊，外檔啊粉粉聲啦，紅粉彩影啊。咁啱啱追唔切，咁另一隻追得好咧就喂食格格，佢都收服幾多失地噶。阿康話真係放棄頭段啦，後面狂追。第四場福榜完畢啦，位置 Q 派彩一搭三派70.5，一搭13派198蚊，三搭13派150蚊。三揀一方面勝出組合 A 二隔夜半熱門派30蚊。四連環一號、三號、十一號、十三號派459蚊。
四重彩一号、三号、十三号、十一号顺序派14,295元。孖宝头关四号美军一号派2,305.5元，头关四号美军三号派264.5元。孖 T 就派157,032元。分段时间头段17秒75，第段22秒95，第三段24秒06，末段时间24秒69，赛事完成时间1分39秒45。